给哥哥们体验一下女孩子痛经的感觉。哥，啥子？今天让你们体验一下女生痛经是一种啥子样的体验？妈，我有好痛嘛！哎呀，我带她唱歌都可以，我带你打太极都可以，上哪儿说那些？哈哈，去！什么痛？你在你身边，当你寂寞时候。别再看着我，就让我走，让我开始享受自由。背影很多，你的影子融满我生活，我并不懦弱。Oh my God！有请第二位受害者。别想那儿了，你记得吗？我还有九档，没有问题。风没有方向的吹来，的梦现在等待，即使阵阵花香，也我做谁的我带你打太极都可以。你的爱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就是我。十级，你们不行了喊停哈，你们不行了四级喊停，加11级，哇哦，11级还能加吗？还能加吗？天哪，两位先生不行，还是坚持的。不行了。没想到女孩子痛经原来这么痛，希望大家对自己身边的女生好一点，多多关心一下她们，多给她们倒两杯热水。多热水。